在我的豪华无主车睡醒了。昨天晚上的话没有通宵，昨天晚上在网吧不行了，高反了，头跟炸了一样，太难受了，哎呦，喘不上气来了。然后就回到豪华无主车，哎，吃了一颗药嘛，这个药我觉得挺管用的，吃了半个多小时嘛，瞬间不头疼了，然后能睡着觉了，还是凌晨3点来钟才睡着的，晚上睡着了，睡不着了。那时候不高反了，现在睡醒了，有点感觉呼吸不上来，可能我开的窗户有点少了。现在的话又稍微有点呼吸不上来了。哎呀，海拔主要是太高了，4600啊。昨天晚上，哎呦，直播的时候有那个本地的粉丝嘛，然后看见我车，然后给我送了2包。哎呦，不行，那我喘，先吸一口，送了2包烟，还有2瓶红酒。那咱谢谢。我先吸一点，兄弟们。啊，我说，没事。哎呦，你说话太难受了。所以说啊，今天的话，咱现在马上出发了。出发下一站，咱现在在世界最高城礼堂嘛，马上就要到达巴塘了。本来想着去稻城亚丁，好吧？我看稻城亚丁说不去后悔一辈，不去后悔一辈子，去了后悔三辈子嘛，8辈子还是3辈子？主要是海拔太高了。现在的话，有些稻城亚丁有些路封了嘛，所以说还是不去了。啊，人生总有遗憾嘛。下次去吧，啊，下次2个人去，这次的话就留个小遗憾，那直接出发下一站，巴塘，好吧？啊，赶紧出发，这海拔太高了，去海拔低一点的地方。天空之城礼堂，那天空确实美啊。现在的话好像是阴天，啊，上2022年的时候，哇，能拍的天空确实好看，兄弟们，啊，天空之城礼堂。还是建议你们不要在礼堂过夜了，直接穿过礼堂吧。高反真的太难受了，兄弟们，好吧？所以说我现在也不洗漱了，啊，直接出发，好吧？哎呦，海拔太高了，169公里。这边92的话，有840。840没办法，兄弟们。加买吧。280吧。上次加的，在成都加的也是270嘛，这280多10块钱嘛。其实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，我在母德上付的嘛，也是付了270块钱，在成都也是付了270块钱，这是第4次加油了，好吧？还不到1000块钱，从安徽宿州的话到现在到礼堂，到时候到达拉萨出一个详细的加油表吧，太省油了，兄弟们，出发。现在下雨，哎呦，刚下车有点高反，差点晕倒，好吧？啊，这边下雨了，哎，那边还晴空万里大云彩。上一次来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，这次就下雨了。哎，海子山啊。还挺远的呢，高反是真的难受，兄弟。继续出发。到书写的从前，把我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，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。
现在的话是下午的三点半了嘛，到达巴塘的话还有半个小时，在这个地方休整一下，兄弟们，真的想死死。这一个吧，这一个大。哇，大自然，这个地方风景太美了，兄弟们，吹着风。现在的话，我准备收拾收拾我车里了，车里的东西太脏了，兄弟们。我这么爱干净的人，是不是？这么爱干净的人，看见这么脏，我心里过意不去，好吧？收拾一下，那美美的，我收拾一下，太脏了，兄弟们。现在的话已经收拾好了，然后把洗发膏什么的都放到这个收纳箱了。应该再买一个不够用的，兄弟们，是吧？然后东西也没多少，垃圾我都打包好了，等会儿带走啊。我看着垃圾太多了，兄弟们，好，大家等会儿打包带走。现在收拾完了，咱躺会儿吧，好吧？欣赏欣赏大自然。哎呦，现在还有点热嘞，哎呦，哎呦，太美了，兄弟们。哎，现在的话休息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继续出发，走吧。不蹬腿了，现在不高反了，兄弟们，好吧，晒点精神了。穿上鞋，把垃圾带走。哎呦，休息休息，真舒服啊！哟，别漏了，到时候找个那个叫垃圾桶，好吧，带走。现在的话是下午的6:30嘛，刚才就来到巴塘，在车里休息了一会儿。哎呀，2天没洗头了，兄弟们，像咱这样爱干净的人不洗头不行啊。今天的话不高反了，海拔2000的，今天拿着当洗发膏啊，去我妈洗漱一下。昨天高反了都没有好好自律，今天必须好好自律了啊。现在去我爸，我操，老乡的车，我老家的车牌，没有人吗？没人。前两年的时候，就走在这条街上嘛，好家伙，那时候，特殊情况，网吧都没开门，然后在车里睡觉了。巴塘的网吧，好吧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又还有卓威的。在哪儿呢？随便找一个，反正这么走吧。这一个人自个儿，一人不想大。开机开机！兄弟们，现在电脑打开了，快乐加倍。他这办公人是抽不送的，抽了暂时是不有的，然后是多少钱？是5块钱，5块钱还行，比那个叫巴塘要便宜了，配置还行，好吧。昨天都没有好好玩啊，今天开心的玩了，兄弟们。现在不热，因为天还没黑吧？那天就是太阳了，好几天了。等晚上再吃吧。行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明天呢，算是正式进入西藏境内，好吧？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我的巴克。